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台北圆圆哦。今天是农历的12月28哦，今天是小年夜哦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开车回去苗栗农村老家哦。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出发了，我现在开车下来，我现在要去把小孩子接下来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啊，刚才轮胎没有气啊，还去加油站那边打一下气。那个胎压真的是一直叫，胎压不足。它刚刚胎压大概只有24而已，现在打了气，胎压升到31，我们才可以出发哦。现在蛇又去买饮料了，所以在那边等他一下。等一下上高速公路，所以要先把这个轮胎先打饱，确保这个行车安全。突然醒了，发抖，抖，然后继续睡。是我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圆圆哦。那就是现在就是今天是小年夜哦。那我们就是要回苗栗的那个蚯蚓家过年哦。那就是现在目前国一这边还算顺畅哦。那这是这边是那个叫什么啦，算是大直桥路段吗？我在讲什么？这是什么路段？然后反正就是我们才刚上高速公路没多久。好，是我。那我好，没事，安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这个杨梅休息站，这是一个新的休息站，小小的休息站而已。前面那边就是高速公路了，看一下。这边是杨梅休息站，在这上个厕所，回家回到一半。今天天气不太好，而且外面蛮冷的，今天有点下雨，外面大概15度左右，蛮冷的，有真的有年味的感觉。这边就是湖口杨梅休息站，有一个莱尔富超商，小小的。好，继续赶路，继续回家，赶路回家。安全，往右边继续走。他们不是走到高速，我就是那种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竹北这边，这边有点塞车，两小时速只有40几而已，每次到这边都一定会塞，要塞一下。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，竹北过去就是新竹，新竹再过去就头份，就到我们家了。所以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开车。绿灯喽。对，这边就是苗栗的农村。农村。这边算是苗栗头份。我觉得不是农村。这就是一个小的乡镇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回到我们苗栗的老家这边了。我们苗栗老家就在大马路的旁边，旁边就是大马路，就是车子还蛮多的。旁边是我们像旁边这个叫做台山线，也是台湾很重要的省道。今天天气还蛮冷，好像天都会越晚越冷，大概会到10度左右。真的还一下车就觉得哇，变得很冷了，比台北还冷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里做外观，看一下我们家就在这边哦，就这种三楼的后天处，有三楼，然后一楼这边改装成车库哦，所以我们车子就可以直接开进去哦。看一下附近的环境，就是一个大马路的旁边。这边严格来说，应该不能算是农村呐、啊，就算是小，应该算是小镇、啊、因为我这边的算这边，当然上面算是丘陵地比较多，然后也没有很多的农田之类的。梨子，一堆苹果，怎么那么多苹果？
刚买的，买自家的，我买一箱。那我们要自己吃哦，再给人家送人家。自己吃啊，这么多。吃冰瓜，好香啊！是吧？是吗？你觉得有臭味吗？也不会，就是不懂，也有可能是放屁。他今天早上有嘎过，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。不会。哎，有要换尿布啊？哎呦，我来换。哎，别别急嘛。嗯，啊，擦一擦。会冷呢。一只黑狗，一只黄狗。是不是很气了？它气了两个人。不会冷哦。么热，要不要穿这么的外套？嗯，穿的毛毛外套。气了两个人。嗯。那个，把门关起来没？有关了，关了。嗯，关了。又太冷了。嗯。看一下，又看一下煮什么菜。好。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就雇演员让宝宝爸爸来帮忙。不用啊，不用，妈妈一直可以有。嗯，今天不用啊，明天年菜才要宝宝帮忙。这什么？这是鱼是吗？对对。我煮鱼汤哦。鲑鱼味噌。哦，鲑鱼哦。鲑鱼味噌。鲑鱼味噌哦，酷哦。对啊。那个什么，在录影。大宝在偷录。他最近都很喜欢在那边拍影片，还没年菜呢。对，是吧？还不是年菜呢。那弟弟是不是要除夕夜没有回来吃饭的吗？除夕夜、没有。有牛肉，牛肉、啊、牛肉豆腐，牛肉还有牛筋哦。因为今天那个卖牛肉的老板，知道吗？他跟我讲，他说哦，你今天一定要买牛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平常好像没有，比较没有，他今天就有，他就跟我讲哦，一定要牛筋的。你眼睛好了吗？工作还好。